哇，今天出太阳了，天气也太好了吧？今天穿了一件紫色的毛衣，新买的衣服，这颜色真的很温柔，太好看了。去楼下上班了，今天的任务就是去把那个工资表给全部处理了。虽然那个钱暂时性发不下来，但是还是得把那个表给抄上去。